朱昌友，就过年不回家吗？不回家。为什么不回家？家里面没什么人。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在哪里过年都是一样。对。那前几天去哪里了？一直在网吧里面。怎么没看到你了？都在这里啊。都在这里啊。嗯。那给你上次给你钱是几月几号？有几天了？应该有一个星期左右了吧？对，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吧。100块钱支持了一个，坚持了一个星期吗？差不多。现在身上还有钱吗？还有10块吧。还有10块啊。嗯。本来我是那个简单哥，刷了2000块钱，我到手能够1000。他叫我叫大家请大家吃个团年饭。啊，但是现在就你们两个还在网吧，其他的人都回家了。这样吧，因为过年你看网吧生意也好了，然后回来的人也多了，这是其一，老板也要做生意，所以这里面也影响老板的生意，影响老板网吧的这种环境。你们自己过年过节躺在网吧里面也不好看，自己心里面也难受，对吧？这样，这1000块钱我就分配给你们两个，我们去租一间招待所，2间床的，给你们开到初2或者初3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作为生活费，到时候团年的时候本来就该我出钱叫大家团年，过完年以后人多的时候我再请大家一起吃饭，好吧？啊，那我们就，这是网吧老板，你看在旁边也没有说他们啊，他们睡了的，让他们搬凳，给他们去。因为过年嘛，网吧生意也好，所有的电脑网吧老板都在弄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些电脑以前都没用，现在也都在弄。啊，老伴儿，哎呀，哎呀，两个人，他们两个人开3天，好多钱？好啊，开到初二。初二嘛，初二要涨价，初二开始涨啊，收了100哟，要得，要100嘛，3天嘛，啊，那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，就他们两个啊，就他们两个啊，两个身份证在这儿，嗯，初二涨价了，初二涨成好多啊，200，来，先拿到3倍，现在可以住到初一住了以后，初二就不能住了，到时候我应该就下来了。你们这几天就好好的洗个澡，把衣服这些洗了。对。有时间就想一想自己要做什么，然后可以出去转一转，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叫日结什么的。我就想玩，搞一个抖音。你好好想一下你要做什么，做抖音能不能做好？好。好锤子那个东西慢慢来嘛，慢来，你要做两手打算。对，对对对，就玩抖音。对，嗯，我先拿到600给你们啊，3天时间拿到600吧，自己节约花，好吧？这个包括你们自己要买点生活用品，来，1人300啊，拿着吃东西，来拿着，不用啊，吃东西买点生活用品，自己找工作，这个。就是我之前跟你们刚刚说过嘛，就靠别人帮助这种不是长久的，我们要自己找工作，然后靠自己的双手，然后让支持过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啊，靠自己的双手好起来，对吧？嗯嗯，那就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去吃饭，好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